十六日，香港艺人李韵参加某婚纱秀，鼓胸穿上粉色婚纱，大秀性感。真的没有想过今天来这个活动，其实来之前我还没有见过这些衣服，因为这个活动其实挺急的，所以我来到才 fitting 啊，然后就立刻要化妆要弄头发，所以就没有时间去管太多这个衣服，最重要是不要走光就可以了。但是其实也很性感的，现在说话有点困难，因为绑住了。不管多性感，只要男朋友不介意就好。不过李韵刚刚和男友度过了一个非常甜蜜的情人节，照这样看来，这一点小性感男友是肯定会首肯的。男朋友应该不会吧，因为我还没有send给他我今天的造型，但是希望他会体谅我在工作吧。收到情人节有收到一个美颜的手机，是一部可以自拍然后皮肤变很好的手机，所以就很开心，因为他知道我喜欢自拍，所以就送给我了。有这么贴心的男友，难怪李韵满脸的洋溢着幸福了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